要是每天跑的话，这小姑娘的肌肉能不能出来？后腿现在变形了，出来了。后腿都出来了，靠着。走走走，咱不搭理他，不搭理他。咱不搭理他，啊，我们小木嘎从来不惹事。走了，小木嘎，走，走。这一路上三无处泡尿了。这都是以前闪电尿过的地方，每个地方只要它停，都是闪电尿过的地方。一直跑到咱家地里边啊，咱谁也不惹。但是它咬咱们，咱们可不能打退堂鼓。哎，别串门。快走，快走。这是赶小跑啊，这是我们小红卡小跑。他能马上要超过你，咱要是走得慢，他就超过你。就按他的正常速度慢慢跑就行。小木瓜还行不行？到咱算地里啊，算地里，猫一眼的。感觉他跑这么远了啊，这个气儿已经开始走了。太帅了，太帅了！你看，我掉东西了，本杰闪电尿了。别闻味了，赶紧走了啊！他在这闻半天，咱走了，他知道看见了，立马就追上去。来这边，来这边，给人让一让。过来，这边，这边，过来。过来。他知道躲，知道躲。小木瓜的毛越来越亮啊！这是白天没有说是晚上那种任何补光灯的状态下，然后小木瓜的一个毛色呀、一个体型啊，这么一个状态。奔跑速度永远是那种优雅的小步伐，虽然说能很大的奔跑。你要上哪去？老了想串门，老了想串门。前面那个。对，这跑那么远，从家里到这儿骑电动车的话，也得再个十分钟左右。你想想，十分钟，如果小木嘎一直在奔跑的状态下，它能跑多少公里？大家可以猜一下，这十分钟，啊，就是单程，不是双程啊，单程十分钟，到我们家这个地里边。那它后腿有变化了，你看没？天天跑才可以有这种变化，现在只不过是能稍微的。有那么一道，它本身就有，它只不过现在前边有点虚胖。拐弯了，咱这回该拐弯了啊！拐，走走走走，啊！出来！你知道到咱家地里啦？呀，它那里上面有卤水，你知道？露水。对，这露水，它沾点水，它舒服。哎呀，这跑的可不近啊，这单程。哎呀，哎，这没事儿，这咋死了？估计里面还能发起来，还能长起来。可能是别人家打的这个灭草的那种药成分，
别弄到这地头了，看那边地名。凉快，你知道吗？有，给你点个赞。你还想不干？累的。我们要走了啊。吹够了吗？啊？原路返回了啊！原路返回，走。